莲兰南科管理局南港里制造基地中委用起来台湾首支国产自制无人机群的飞机队，非常精彩，所以大家先慢慢受过。当然登台时阵会去进，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一年才一届尔，过七彩平安桥。后壁面咱妈祖遐软桥卡，好妈祖甲您保庇，而且吼感谢大家，谢谢。在两分钟，我们准时出发。其实在这组代表桃园的交通农民们，先不表关心晚会，但助理委员王明义替专队委员刚才先到代表，感谢大家莅临。啊，你的车队准备来出发进行。那今晚当你悠闲的这个路游行通道上的好朋友，麻烦你们再往后退一步，因为后面的车辆的车子体积比较庞大一点，要过程较无好行吼，拜托大家哦。咱龙龙妈祖甲您拜托，甲妈祖斗三工，而且最后的呼吁吼，你那边出发进行做一个最后的呼吁。安全上重要，安全上重要。咱无希望你一个非常精彩元宵晚会之夜发生任何遗憾的事情，我们也不希望有人受伤。所以你家在主甲大家报告，前几届是红米将军，他搁有伫咱石狮的顶馆，千万茫爬去哩坐，迄顶馆拢有神明。再过来，咱的贺高点，贺高点，咱坐伫贺高点咧翕相，的好朋友，爱注意家己的安全哦，吼，因为人坐嘛去摔着挂着去，安尼唔好吼，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搁有请经理顶馆唔通爬去哩，拜托。最后的声明，等一下高考年会要开始进行，伫咱某电头前，某电的顶馆。咱会当看到正殿前，等下出现农民问妈妈祖的这个宴会，在咱两边桥顶会有一个机车转动，就是要转动咱台湾的国运，让歹的事好的来。但是妈祖特别降价支持，因为恐惊大家到遐有危险，所以请大家忙离的所在。谢谢，感谢。正碰农民忙，向妈庙庆祝二零一九。火花迎春，雕春有活动，咱的游行队伍正式伫咧出发咯！请咱现场好朋友用咱上热情的破车，大家来欢迎咱的队伍正式出发，好吗？非常
敬重咱的上级干事阮罗清，阮罗清吼，啊，特别来到平安乌城这通过你们宣告庙参加今仔日有影春游的活动，而且再次来感谢国光公司，光明时代用介上热情的歌声来到平安平桥，甲咱支持咱鼓励。相信你下面活动一定会让大家来失望，会让大家吼感觉新老的新富裕、新喜、新快乐，安尼好不？Yeah.
等哦，好的啦。是不是吼？咱今仔日非常啊，是好，咱只表演的团体，连姐姐的鼓啊声好不好？咱掌声鼓励，谢谢。啊，这非常精彩，啊，非常美的队伍，啊，祝着下晡会来一头一头的时阵，啊，能够唱得也唱得是好，咱在表演。消毒。
谢感谢各位进来乡亲，咱即马野村有个队伍来到这个现场，甲咱乡亲时代拜年晚年，拜年晚年，祝大家新春愉快，猪年行大运。Thank you.